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an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All parts of the Philippines will remain under a form of community quarantine after the COVID-19 task force revised its guidelines. 菲律宾所有省份都将处于社区隔离状态，暂无新常态社区。Cebu City Mayor Edgardo Labella has cancelled all quarantine passes issued to at least 240,000 city residents starting 10 p.m. on June 23. 宿务市进入封城措施。暂取消所有通行者有效性。 43% of working-age Filipinos expect quality of life to worsen in next 12 months, according to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民调显示，近半数菲律宾人预计未来12个月生活将进一步恶化。 President Trump extended a freeze on green cards for new immigrants and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o suspend other temporary work visas. 美国继续实施绿卡冻结。并收紧工作签证发放。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菲律宾校友联总商会 Philippine 校友联 Chamber of Commerce。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 All parts of the Philippines will remain under a form of community quarantine after the COVID-19 task force revised its guidelines.菲律宾所有省份都将处于社区隔离状态，暂无新常态社区。据菲律网报道，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周二23日宣布，国家跨机构防疫工作组暂时取消社区隔离级别中的新常态级别，并希望菲律宾各个省份都制定某种级别的社区隔离措施。罗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跨机构防疫工作组已批准对检疫协议中的当前指标进行重新校准。他解释说，高风险地区将置于最严格的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或放宽版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而中度风险地区将置于普通社区隔离措施或放宽版普通社区隔离措施。与此同时，低风险地区将保留在放宽版普通社区隔离措施，而不是过渡到所谓的新常态。罗克表示，政府仍视病例翻倍率以及重症监护的使用率作为各个地区实施什么样的检疫级别的指标，但是社区检疫系统的变化只是暂时的。除宿务市暂时置于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外，国都区等多个中等疫情风险地区都置于普通社区隔离措施，直到6月30日。Cntv 综合报道。Cebu City Mayor Edgardo Labella.Has cancelled all quarantine passes issued to at least 240,000 city residents starting 10 p.m. on June 23. 宿务市进入封城措施，暂取消所有通行者有效性。据菲律网报道，宿务市市长埃德加多·拉贝拉宣布，自周二23日晚间10点开始起，取消此前发放给24万居民的社区通行证的有效性，以全面实施封城令。并避免民众不必要的外出活动。拉贝拉下令非国警中维萨亚地区警署总监费罗全面执行该指示，以控制该市新冠病毒病例。宿务市已被认为是菲律宾新冠疫情的最新热点地区。费罗在23日的采访中说，即使宿务市已经被置入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之下，但马路上都还是人，
因此市长下令取消所有通行证的有效性，直至另行通知。这意味着民众外出采购必需品时，只能在当地区委会范围内完成，再也不能在市内随便瞎逛。与此同时，前线人员、医务工作者、呼叫中心员工和银行雇员将不受封城令的影响。菲律宾军方和警方也自周二晚间开始增派人力，以全面执行封城令措施。费罗提醒民众，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是最严格的社区隔离建议措施，民众必须待在家中配合当局行动，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周二，非环境部长西马图、非内政部长阿诺、非卫生部长杜克和国家抗疫政策工作组实施者加维斯都抵达宿务室，以听取地方政府官员报告，并将为该市制定相关新冠防疫方案。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维基尔周二表示，由于宿务室新冠病例不断增加，该市重症监护设施的利用率已经处于警戒级别。CNTV 综合报道。Ambassador Huang Xilian inspected the Chico River Pump Irrigation Project through video conference. 黄希莲大使视频连线检查，中国建赤口河泵站结构完成近90%。据中国驻菲使馆消息，6月23日，黄希莲大使与中共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菲律宾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现场进行视频连线，听取项目情况汇报，检查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工作，并提出具体要求。中国驻菲使馆经商参赞江俊金参加活动。黄希莲大使表示，该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建特建计划对接的重点项目，也是典型的民生项目，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为菲律宾稳经济、稳就业、稳民生做出积极贡献。一是精细管理科学抗疫，确保人员安全；二是对中非双方员工一视同仁，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三是优化施工方案，争取早日造福当地民众。菲律宾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2018年9月7日开工，在菲律宾业主单位灌溉局和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下，工程进展顺利，进度持续超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项目停工3个月，5月初以来，项目严格按照业主单位和当地政府要求，结合中国经验，稳步推进复工复产。一是对项目现场采取封闭式管理，严格筛查返岗员工健康情况，专人负责物资采购；二是为所有返岗员工提供充足防疫物资，每日进行消毒；三是与当地社区合作，建立员工健康档案，实施检测监控。项目复工以来，已有近400名非籍员工返岗，目前中非籍员工返岗率达到80%，现场工作恢复90%，无人出现感染。截至5月末，项目已完成合同总额的47%，总体施工进度超前2个百分点，其中泵站结构施工已完成近90%，并将于今年9月底封顶。30公里长、69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已完成85%，1号隧道提前完成贯通，2号隧道及渠道施工也在有序进行。项目预计2021年年底前竣工，届时将有效解决卡扎延省及卡林加省共8700公顷农田的灌溉问题，带动当地就业，增加农作物负重指数，提高农作物产量，惠及当地4350家农户，发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CNTV 综合报道。43% of working-age Filipinos expect quality of life to worsen in the next 12 months, according to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民调显示，近半数菲律宾人预计未来12个月生活将进一步恶化。据菲律宾网报道，菲律宾民意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菲律宾人预计未来12个月生活将进一步恶化，这也创下该机构对此问题的新高纪录。在周二发布的报告中，社会气象站表示，在5月4日至10日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质量将会逐步恶化，这个数字是一个新高纪录，超过2005年3月创下的34%悲观主义者的纪录。与此同时，有24%的受访者希望他们的生活在未来保持不变，另有24%的人比较乐观，他们希望在未来12个月内的生活会有所改善。
社会气象站指出，受教育程度较低、失去工作和被减薪的人的净乐观度较低。同一项调查还发现，8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这个数字也是37年来的新高，打破了2008年6月的62%的记录。此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访问了4010名15岁以上的菲律宾人，该调查的抽样误差率为加减2%。在回应时，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表示，由于经济不景气，整个世界都在苦苦挣扎中，而不仅仅是菲律宾复苏过程将不容易。CNTV 综合报道。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was cautious in saying if the Philippines has already flattened the curve. 菲律宾卫生部承认还未能全面拉平新冠疫情曲线，并将开始研究混样检测模式可行性。据菲中网报道，菲律宾卫生部周二23日表示，虽然本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上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目前尚无法明确断定菲律宾是否已经拉平新冠疫情曲线，因为他们观察到某些地区的病例正在急速增加。卫生部副部长维基尔表示，本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开始放缓，而且医疗系统尚未耗尽或崩溃。本国目前的病例翻倍率已经来到7.26天，而该数字在3月份疫情爆发初期时仅为2到3天。与此同时，该国的重症监护利用率保持在较低的35%左右，这意味着本国医疗能力还足以应付现如今的疫情程度。维基尔表示，他们正在努力改善管理本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这包括改进其信息系统，认证更多新冠实验室，以及进一步提高医疗保健系统的能力。同时，维基尔表示，卫生机构正在研究使用混样检测方式的可行性，以提高菲律宾的新冠检测能力。在混样检测方式下，卫生机构将把多名测试者的样本放入单个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中，如果该样本呈现阳性反应，则将进一步对每个样本进行新冠检测，如果试纸测试呈现阴性反应，则无需对该批样本进行单独检测。菲律宾目前已拥有63家经非卫生部认证的新冠实验室，目前平均的每日检测能力已提升到1.2万至1.3万个样本，但是这仍然远远低于政府最初设定在5月底前突破每日检测3万个样本的目标。CNTV 综合报道。Coming up next, Mexico earthquake. That's a 7.5 magnitude tremor hits Oaxaca state. 墨西哥7.5级强震已致5人死亡，伤亡人数恐将上升。广告之后马上回来。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The public ball on CNTV.菲中新闻台。This portion is brought to you by 有利东方旅游有限公司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JQ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吉桥国际建筑有限公司高层大厦建筑公司重合同守信用。老板啊，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啊。Mexico earthquake. That's a 7.5 magnitude tremor hits Oaxaca state. 墨西哥7.5级强震已致5人死亡，伤亡人数恐将上升。据中新社报道，当地时间6月23日，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发生7.5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明显，建筑物激烈摇晃，
甚至连街道都出现弯曲，如同口香糖，许多民众涌上街头避难。截至目前，已经导致五人死亡，多人受伤。墨西哥国家地震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3日上午10:29，震级为里氏7.5级，震中位于距瓦哈卡州海滨小镇科鲁塞西塔14英里的太平洋海域。另据美国地质勘探局报道，这场地震震级为里氏7.4级，震源深度约26.3公里。路透社称，此次地震的震中，瓦哈卡州辖区内多山，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阻断了部分道路，以致部分地区与外界隔绝，影响施救工作，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地震预警警报响起时，建筑物剧烈摇晃，人们纷纷跑到街上。当地官员称，地震造成至少2人受伤，超过30座建筑受损。地震发生约1小时后，墨西哥城一些社区的街道上仍然有人在徘徊。尽管市政官员此前曾多次呼吁民众戴口罩，以阻止新冠病毒传播，但许多人并没有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此前曾发出海啸预警，但后来表示危险已经过去。墨西哥国家海啸预警中心负责人则称，地震后有浪高不到1米的海啸抵达墨西哥海岸。据悉，墨西哥是地震多发国家。2017年9月7日，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8.2级地震，造成98人死亡。同年9月19日，墨西哥中部发生7.1级地震，造成369人死亡。Cntv 综合报道。Putin hails response to virus and rolls social support measures. 普京表示，俄罗斯疫情高峰被推迟，每千人新冠病毒检测量世界领先。据中新社报道，6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全体国民发表电视讲话。普京表示，俄及时采取措施，使得新冠病毒疫情高峰被推迟了1个半月至2个月，赢得了宝贵时间，可以拯救更多人生命。目前，俄每千人新冠病毒检测量世界领先。普京表示，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国家，每个地区情况都不同。目前在图瓦、亚马尔、涅涅茨等地区，情况依然严重，但俄罗斯已有一套成熟的机制，在需要的情况下，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动员起来支援困难地区。普京表示，全俄总检测量已超过1700万次，俄罗斯每千人新冠病毒检测量世界领先。借助这样的大规模检测，可以在早期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此次疫情证明，俄罗斯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大规模，以应对紧急情况。此外，俄罗斯也是少数几个能自己生产抗新冠病毒药物的国家。普京在讲话中提议，把向医护人员发放额外补助的时间从7月延长到9月，提高年收入超过500万卢布的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7月份再次向3岁至16岁孩子支付1万卢布，把此前出台的提高失业救济金等福利政策延续至8月。此外，普京提出政府在拨款3000亿卢布，用于向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援助各联邦主体以及更新道路网络等。普京说，俄罗斯拥有迅速恢复国家经济的资源和能力，自己已要求政府和地方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2021年前全面恢复劳动力市场，把俄失业人数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当天表示，普京的提议具有巨大社会意义，联邦委员会将从24日开始以立法形式落实相关建议。疫情发生以来，普京于3月25日首次发表电视讲话。此后，普京多次以电视讲话形式对各时期节点的疫情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CNTV 综合报道。President Trump extended a freeze on green cards for new immigrants and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o suspend other temporary work visas. 美国继续实施绿卡冻结，并收紧工作签证发放。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政府22日发布政令，继续冻结部分绿卡发放直到年底，同时冻结部分种类非移民工作签证发放，包括适用于技术企业工作人员的 H-1B 签证。特朗普4月签署新政命令，60日内暂停部分外国人移民美国。新政令生效之时不在美国，
没有有效移民签证以及除签证外没有准许其赴美和入境官方旅行文件的外国人，在行政令有效期内无法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及绿卡。依据最新公告，于本月22日到期的绿卡冻结令将延期至年底。不过，行政令不适用于美国合法居民。凭移民签证以职业医护人员身份申请入境的外国人、美国公民外籍配偶及其21岁以下外籍子女、美军人员及其配偶和子女等，绿卡冻结令延期，协助应对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可获豁免，但豁免面收窄。另外，美国从24日起暂停 H-1B、H-2B、L 和 J 非移民工作签证发放，直至年底。H-1B 签证主要适用于科学、技术、工程、教育和会计行业。H-2B 适用于非农业部门季节性工人，包括食品加工和酒店领域，适用于文化和教育交流者的 J-1 签证以及其家属的 J-2 签证，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企业人员的 L-1 签证也将受到影响。特朗普在公告中写道，在美国移民系统管理上，必须留意外籍工人对美国劳工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现在国内高失业率、劳动力需求不振的特殊环境下。不过，这一说法遭业界反对。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多诺霍说，类似做法将伤害美国经济。美国商业软件联盟呼吁政府重新考虑，尤其是 H-1B 签证，称暂停这类签证将令美国企业难以充实重要岗位，阻碍经济复苏。Cntv 综合报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Easterlies is affecting the eastern sections of Visayas and Mindanao. Metro Manila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rain showers. 大明区今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碧瑶市是17到26度，苏武市26到33度，达沃市25到33度。And that is your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我是 Candice Stan 陈静云，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华社新闻，请不要转台。Magbabalik po ang CNTV.在当前形势下，只要顾客购买500比索以上，皇庭海天酒楼将提供免费送货服务，让顾客们可以在自己舒适的地方享受他们的招牌菜。皇庭海天酒楼使用他们自己的骑手或 Grab， 顾客可以致电离他们最近的分店。The Chinese Embass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donated friendship bags to Concordia Children's Services Incorporated in Manila last June 23. 6月23日，驻菲律宾使馆在非华商联总会的协助下，向马尼拉市康卡迪亚儿童福利院爱心捐赠。6月23日，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驻菲律宾使馆政事处主任郭晓涵、新工处主任刘义群，在非华商联总会外交委员会主任施超全、亲和委员会主任施清伟以及外交聘任委员刘少强的协助下，代表使馆赴马尼拉市康卡迪亚儿童福利院进行爱心捐赠。除包含大米和罐头等生活必需品的友谊包外，使馆官员还向儿童福利院儿童赠送了熊猫玩偶和端午节传统美食粽子，并讲述端午节和粽子的来历和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儿童福利院院长克里斯热吴表示，非常感激中国使馆的爱心捐赠，熊猫和粽子更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玩具和食品，定会给孩子们带来一段愉快的时光。当前因为疫情，他们缺少很多物资，此次捐赠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将帮助福利院度过疫情难关。
他本人也曾是孤儿，由华人家庭收养后抚养长大，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今后愿多向孩子们讲述非中有益的故事。康卡蒂亚儿童福利院用于收容零至六岁的孤儿以及被遗弃忽视的孩子，在他们与亲人团聚或被收养之前，给他们提供一个类似家庭的温馨环境。此次捐赠系中国驻菲大使馆开展中非友谊包项目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非抗疫合作，体现对非民众的关爱与友谊，协助非面临困难的基层民众渡过难关。Cntv 综合报道。According to Filipino student Charbel Galera, China is the place where he grew up. 菲律宾留学生夏贝尔表示，中国是让他成长之地。据中新社报道，四年前，菲律宾青年夏贝尔从菲律宾来到中国福建漳州市，就读于闽南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喜爱唱歌的他，从不吝啬于展现中文歌曲学习成果。四年来，他学会了不少中文歌曲，亦通过唱中文歌学习汉语，歌词帮助他了解汉字读音、意思和用法。从发音咬字，很难听出他是位老外。为防控疫情，减少风险，2020届的闽南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九名外国毕业生无法拥有毕业合影、毕业典礼和同学间的相拥道别。夏贝尔只能与另外两名回校的外国毕业生一起穿上学士服拍照留念。他感慨体验了一次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特殊的毕业方式。夏贝尔说，疫情期间他住在中国朋友家中，老师也时常关心，感觉在海外也有一个家。夏贝尔四年前来到中国时才16岁，当时完全不懂汉语，最先学会的是你好、再见、对不起还有多谢。这几年收获很多，第一次拨动古琴、泡中国茶、舞动大鼓凉伞、参加吉他社团、报名校园十佳歌手赛，在福建省高校国际及港澳台侨学生才艺展演中获奖，走遍中国多个城市，爱上红烧肉、麻辣烫等中国菜。最初内向文静，到如今开朗活泼，中国是个让他成长的地方。说起学习汉语国际教育，夏贝尔坦言想过放弃，但想到来中国的目标还没有完成，就坚持了下来。在闽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当实习英语老师的经历同样令夏贝尔难忘。如今通过 HSK 五级考试的夏贝尔计划在一个月后回到菲律宾，愿望是当一名汉语教师的他，还将申请攻读闽南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继续深造。作为即将在闽南师范大学云毕业典礼上发言的外国留学生代表，夏贝尔想感谢中国给了他无悔的四年青春时光。他还寄语在中国留学的外籍学弟学妹们要珍惜在中国学习的时光，用心感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与魅力。 CNTV 综合报道。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 You can also catch today's newscast on our 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and our website at www.chinesenewstv.com。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NTV Philippines。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Goodbye and see you again tomorrow. Magandang umaga po. 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菲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菲华各界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菲律宾校友联总商会 Philippine 校友联 Chamber of Commerce